家可以看一看啊，我们在携程酒店上订的栾平05大酒店的房间，玻璃全都是碎的，而且是透风的，窗户上边，然后到处都是灰尘，屋里还有死虫子、死苍蝇，然后枕巾啊全都是脏的，带有痕迹的，都不知道这是血呀还是垃圾呀！我的天呐，太恶心了吧！谁还敢在携程上订呀？谁还敢住到这个05大酒店呀？栾平的05大酒店新港店。哦，那个没有问题，您放心，肯定没有问题。他那是有点事儿，他就是故意的。这会儿我们正已经报警了，正在处理这些事儿。因为他没有身份证，他要上楼，我们没让上；他要退房，我们没退他钱。那屋的玻璃是确实是有点裂纹了，我们也就是说那换一直都没有换呢，别的问题肯定没有。像那个枕套了、那套顶的都没有。